彭将军啊，我们在这吃了一夜肉，你在这挨了一夜打，我们心里啊不是滋味。谋反本来就是死罪，我犯下就不怕死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少主公，彭将军的热油。彭将军若再不愿意说，那这辈子就再也不用开口了。牛逼！你他妈，你这个疯子！住手！凌不疑，你疯了！彭坤乃是朝廷钦犯，怎能私下劫囚审讯？圣上将寿春托付于他，寄予厚望。而他却因为一己私利起兵谋反，这是不忠。老钱安王视他于手足，信任他，栽培他，他却恩将仇报，谋害了钱安王，这是不义。不忠不义之人，你还要出手维护？我看你才是疯了吧！国有国法，彭坤即便要杀，也只有圣上下令才能动手。人。我必须带回廷尉府。凌将军，你军营审讯一夜，已是违规，还望你不要知法犯法，令在下为难，令圣上难堪呐。若我今日，定要继续审他呢。那凌将军，就从在下尸首上跨过去再说。我才知晓袁善剑竟是如此循规蹈矩之人。彭坤死活我不想管，但你再如此胡闹，一定会惹上麻烦。你与程少商即将成亲，我劝你谨慎行事，别在朝堂上给人留画饼。你若是只能带给他麻烦，我不介意取而代之。陛下，那彭坤家眷已哭诉至长求宫了。可怜那彭坤家眷，腹中孩子难保，这一切都怪那林武仪。你们御史台，连人家孩子保不住之事都要怪在林将军身上。当真是闲得慌。若非凌不疑做下滥用酷刑、屈打成招之事，陛下何至于落人口实啊？行刑莫非还要手段温柔不成？左大人莫非觉得查案打仗都好似你们御史一般，动动嘴皮子便可以劝逆贼招供？三弟，左大人并非此意。左大人，子胜也是召集将逆贼定罪，你们之间怕是有误会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事情总有定论。皇兄用总何必各打五十大板？说够了没有啊？你们，陈少商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。陛下，臣女冤枉。臣女再糊涂，也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。只是她口口声声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还出言诋毁我们子胜。臣女没忍住，臣女没忍住，才用帕子塞了他的嘴。你那是帕子吗？你的分明是足带。左大人何时闻过我的足带？你放肆！此处崇德殿，即便凌不疑是你未来郎婿，可你也不能如此出言，羞辱朝廷重臣。他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必。
林不疑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一直帮逆贼彭坤说话，这才是欺人太甚。我怎么替彭坤说话了？谋朝篡位，作乱犯上，依法处置就是。可是林将军将人从廷尉府带到北军狱，私下审问，用尽酷刑，才是于法不合。是因他不仅牵连谋逆重罪，还与当年孤城城破有关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彭坤之所以铤而走险，是因小月侯被擒。彭坤自知当年害死钱恩王，连累孤城城破之事瞒不住了，但当初他不过是一名副将，如何敢谋害主帅？此事主谋定另有其人。王林告诉臣女，彭坤这些年一直与都城之人有所来往，而这暗中与彭坤来往之人，甚有可能就是当年一同参与孤城案的真凶。彭坤受其威胁，被逼无奈，只能冒险起事。林将军将彭坤带于北军狱审问，是为了更快查出暗中之人。敢问左大人，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彭坤更应该交于廷尉府审理。子胜与孤城牵扯甚多，再不宜参与此案。正是因为此案与臣相关，所以更应该交给臣来审理，以此慰藉孤城亡魂的在天之灵。既然此案与孤城有关，子胜便与廷尉府一同去查办。老三，盯着点儿，不许刑讯逼供。是。陛下，王林说彭坤迟迟不肯认罪，是怕连累妻儿。倘若陛下肯赦免王林腹中孩儿，他愿意去廷尉府劝说彭坤。质子无辜啊，朕也并非是暴君。若是彭坤肯招，朕就赐他妻儿无恙。多谢陛下。殿下，请留步。陈耀侯找吾有何事？臣有一事相求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少商，少商，王林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你为了让小月后露出马脚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梁霞勾结，杀死梁尚。”红颜祸水者名头，我当不起。你说完了吗？那该我说了。
其实我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太子殿下有请。你如何面对太子殿下这份兄弟之情？子胜，殿下，子胜，难得陈阳侯进宫，你们父子二人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不如今日一起共用午膳吧。殿下，圣上命臣协助廷尉府审理彭坤一案，如今案件尚未查清，如若没有其他要事，恕臣告辞。子胜，莫急。子胜，你从寿春回来，还未曾和阿父见上一面，如今你马上就要跟心腹成亲了，阿父有几句提及的话想跟你说一说，难道不行吗？子胜，陈阳侯只是想与你共用午膳而已，毕竟是一家人，何必做得如此决绝？子胜，那彭坤就对你如此重要吗？令你废寝忘食，一刻都不舍得耽误。为何我查彭坤一案，陈阳侯如此紧张？不惜如此，也要拖延我去审案。阿父只是心疼你，不愿看到你为了查案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已。如若皆是这般废话，那就不用再讲了。我没空听，也没空陪你扮演父慈子孝。这般惺惺作态，还是留给淳于氏吧。哎，子胜。吾实在是没有帮上陈阳侯的忙，习惯了。吾爱，吾爱。彭夫人得圣上旨意，特准备酒菜去探望彭坤，本想劝夫君招供，但不曾想
刚到狱中便发现彭坤已病发而亡。令史可查验过了，死因呢？令史验过了，是喘症发作。之前听王林说过，彭坤患有喘症，闻不得花草香，这应是救急。彭坤是重罪，单独关押，发病时不曾有人发现，也就错过了救治时机。这分明是报应。彭坤害死了老钱王，间接害得孤城城破，你舅父一家满门被屠。他这般下场，也是死有余辜。子胜，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孤城之事。彭坤死了，你终究可以安心了。日后和少商成婚，好好过日子，不用担心那些不想干的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杀的？子胜，你冷静一些，这都是意外。少主公，走开！少主公，雨太大了。说了，滚！子胜，
大事不好了，少主公。夫人她快要不行了。玛丽亚，
你昨夜一夜未睡，一共熬了一些安神汤。你先歇歇，才有精力处理霍夫人后事。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生老病死总是难免，人总有分别之时。纵然生离死别是难免，可只要心中仍有惦念，不论是在九泉之下，又或是千里之外，都不能真正将你们分开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子山，你昨日要对我说什么？子深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只要你说，我无不答应。我知顾城爱一事在你心里的心结，也知这些年你对霍氏全族付出的一切。若我能早些年认识你，便可以与你一起分担，不知你这一路艰难独行，如今彭坤已死，顾城爱一事已告一段落，你复仇之心且可以放下了。在你我成婚之前，我希望你能信任我。双双，如果有一日我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，你还会对我永不变心吗？你阿母的灵柩在此，我要当着他的面发誓。仙灵在上，神明为证。我陈少商在此立誓。
有脸来见他？滚！不欢迎你们。秦雄，外面已经传来许多你与姐姐的流言蜚语，你这般阻拦我们，就不怕姐姐身后被人非议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！你少往君华身上泼脏水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是奸夫淫妇吗？我，哎，侯爷，不知程阳侯来我阿母的灵堂做什么？我来送夫人一程。他为何出手伤人？伤人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子胜啊，七日后是你阿父的五十整寿，侯爷打算在府中设宴，天南海北的林氏族人都已经赶到了。你阿父今日来，本是想邀请你阿母参加寿宴，谁成想姐姐竟突然仙逝，与我们天人永隔了。寿宴就罢了，俊华刚走，这个时候摆寿宴不合适。可林氏族人都已到达都城，如何能改啊？既然都已经定下了，那就照办吧。侯爷寿辰之时，我会将阿母的寿礼你要保证好自己的身子。